大家好，我是小鸡。今天闲闲无事做，打开电视来看看 GTNA 的电视都播放什么东西呢？哎，怎么在鼓励儿童抽烟呢？这是不行的啊！还是不要看好了。哎，还有现场实况转播呢，是有两个玩家在互殴打架吗？还蛮有趣的哦。基于好奇，所以就继续看下去喽。第一回合结束，红色衣服的人倒下了。第二回合开始，哇，双方互相拳击互殴。彼此都用拳头，好像平分秋色，但红衣人改用刀连续猛攻，但是还是被白衣人击倒了，死亡。第三回合开始，双方还是互相激烈的打斗。白人使用玉石俱焚法，使用火箭炮向地下射击，所以全部一起死啊。第四回合开始，红衣人好像很生气，马上用刀连续猛刺，结果怎么好像刺到重要部位，白人一次倒下，终于得到一次的胜利，耶，赞，得分。第五回合开始，红衣人继续猛刺，能不能成功击倒白衣人呢？让我们看下去吧。使用打带跑战术，哇！白衣人赶快逃走。白衣人出球棒了，回马枪，但是挥棒落空，真是可惜。红衣人持刀。猛攻，成功击倒，得分。第六回合开始，双方依旧持续互殴，红衣人还持刀猛刺，白人无法招架，倒地被喷很远。又加入了另一个闲闲无事做的人，红衣人紧追不舍，白衣人使用球棒反击，结果红衣人被击倒，倒地，还被车子碾过，飞到很远的地方。另一个人也被白衣人击倒，白衣人气愤难耐，继续击打。第七回合开始。红衣人该采取转圈圈打太跑战术，似乎跑到定位，猛刺成功，又赶快跑，再猛刺成功。白衣人都每次都挥棒落空，赶快再移动。两人于是展开互相追逐。互相推打，红衣人继续猛刺。太厉害了，这个招数真是厉害！哇，一直刺一直刺，不会失血过多吗？刺完之后变成互踢，互踢，互踢，耶、yeah ！白人想跳踢，结果被刺中，重摔，耶、yeah ，重摔。加油加油！两人打完，分别往不同方向跑了。是结束了吗？哎，怎么又瞬间移动在一起？继续打。好像红衣人倒了，所以白衣人赢了。
这是小七看电视睡着的一场梦吗？最后计分，红衣人赢两场，白衣人赢四场，一场平手，所以白衣获胜。